欢迎回到我们设计思考入门课程。在这一个单元，我们要讲的是借由增设限制来刺激发想。很多人可能听到这边会觉得有一点违反直觉，因为增设限制直观上听起来感觉好像是一种限缩，但是实际上增设限制其实是能够去刺激发想。所以在这边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活动来实验一下，请大家拿出纸跟笔，先确保你手边都准备好纸跟笔，然后接下来的10秒钟你要尽可能的写出越多白色的物品越好，越多越好。那我们就准备预备开始，10 9 8 7 6 5 4 3 2 1。好的，接下来我们换成另一个挑战，是一样我们有10秒钟的时间。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写下越多在家里在你房间里面有的白色物品。那我们一样准备好纸跟笔，预备开始，10 9 8 7 6 5 4 3 2 1。好的，那大家可以稍微比较一下刚刚的两种不同的情境之下，大家分别发想出几个不同的点子呢？就我们过去在台大创新设计学院的教学经验，当我们尝试了这个小活动的时候，通常学生在后面的就是有限制说想家里或者房间里的白色物品的这个状况之下，会发想出比较多的点子。那这也是让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借由条件的限制下，我们不会毫无方向，因为在第一个情境之下我们请大家尽可能的想，但是完全没有一个方向，很多时候反而会造成大家在发想的时候脑袋呈现空白的状态。但是我们多了这个限制，多了一个方向之后，在进一步的发想将会让大家更具体更有方向，那也能够想出更多的点子。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增设限制会有帮助的原因。那当然这边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来解释说这个增设限制它到底扮演什么样的功能。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限制就像是一个音架，那音架能够协助我们去盖出更多好的点子。这边举个例子，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海明威，他曾经使用六个字来写出一个小说。他这个六字小说是这样 ：For sale, baby shoes, never worn。翻成中文的话是“出售婴儿鞋，从未穿过”。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虽然说这边仅仅只有六个字，但它其实背后能够激发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想象。大家可以想象的是，这六个字就像一个音架一样，它可以让我们去发想的是背后可能有些更深层的故事。我们可能想的是，为什么这个鞋子从来没有被穿过？为什么这个鞋子要被出卖？卖的人他心里的感受是什么？这个没有被穿过鞋子背后的细节跟故事是什么？那这些背后更多的想象都可以借由这六个字的音架来去激发出来，这也是一个限制作为一个音架去盖出更多点子的一个例子。那么在过去，史丹佛大学一个非常有名教导创意的教授 Tina Seely， 他曾经在课堂上给学生一个$5的挑战。那这个挑战是这样子进行的，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在实际看完这个影片之后能够实际去尝试一下这个挑战。那这个挑战呢，是学生他会拿到就是一个装有$5的一个信封袋。那在拿到这个信封袋之前，他们会被告知说你接下来会有$5，那你可以花再多的时间都可以，就尽可能的去筹备。只是当你打开这个信封袋拿起这$5的时候，你就只有2小时的时间可以去执行。然后你要用这$5在2小时内尽可能的去赚到越多钱越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先暂停一下影片，你可以想想只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在这$5跟2小时的限制之下去赚到越多钱越好。好的，假如说你有稍微停下影片，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来看看说史丹佛的学生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那在这个课堂上，有些学生他们把$5拿去买充气的装置，那帮在校园的这些需要脚踏车充气的人充气，然后去赚一些外快。那也有人就是去帮忙做餐厅定位，也有做其他各种不同的事情。但是最跳脱框架的这个团队，他们才是最终赚出最多钱的。那他们做的事情是把这个在课堂上3分钟的简报卖给一个想要到史丹佛招聘学生的一个公司。那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在这个限制之下赚到了$650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额。
那这边其实这个五美元的挑战，一个很关键的是，他给了学生这样子非常不一样，就非常有限的时间或者是有限的资源的状况之下，其实在课堂上的学生，他们发想出不同样子的方式，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想到的这些方式是在一般的状况之下不会想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有了这样子的限制条件之下，其实真的是能够去迸发出很多不同的创意。好，那在了解了关于我们增设限制能够实际帮助发想之后，我们实际在专案的操作上到底可以怎么做呢？这边我们可以举个几个例子。我们很常在发想的时候会讲说，哎，假如说这个事件是发生在迪士尼的电影里面，它会如何被解决？又或者我们可以有一个限制是说，假如我们现在多了100万的预算，这个问题可以如何被解决？又或者说是可以增设的一个限制是，假如这个是发生在100年后的未来世界，同样的问题可以如何被解决？所以我们可以藉由丢出这样假设性的状况作为一个限制，然后在我们实际的发想的时候，进一步的在这些限制之下去进行发想。但不过这边要切记的事情是，增设限制只是暂时性的，所以假如在增设限制后想不到新的点子，那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设计不同的限制。那在这边我们限制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种类，可能是形式上的，可能是材料上的，可能也有冲突的限制，或者是时间上的限制。就举例来讲，在材料上的限制，可能是可以限制说我们只能用塑胶，或者说我们只能用某种特定的笔来进行我们的创作跟设计跟发想。那冲突的限制是我们会限制说一定要有不同冲突的元素放在一起来进行发想。那举例来讲，就是假如大家知道 Hamilton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剧，它就是结合了嘻哈跟美国开国的历史这两个看似非常不相干的事情放在一起，就迸发出一个非常卖座的一个音乐剧。所以这也是在冲突的限制我们可以特别去尝试的。那以及我们可以就是有时间上的限制，举例来讲是刚刚有提到的这个五美元挑战，它就限制学生只有2小时的时间，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也是可以作为一个限制。但我们在限制除了在发想阶段之外，其实我们原型制作也可以增设限制。所以举例来讲，我们在原型制作的时候可以限制说，我们必须1小时内完成原型，我们必须只能用笔跟便利贴作为材料来完成原型，这样在原型制作的阶段也能进一步的去迸发出不同的想法。当然我们在团队上面其实也可以增设限制，就如同 Amazon 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电子商务公司的 CEO Jeff Bezos， 他曾经就提过这个 Two Pizzas Rule。 他的这个 Two Pizzas Rule 的最核心的概念就是限制说团队不能超过2块披萨能够喂饱的这个大小。那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是为了确保说团队在进行的时候是非常有效率非常有效能的。那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除了说我们实际上的操作可以增设限制之外，更想跟大家谈的是限制法它背后的这个精神。我们可以认知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很多时候当遇到限制的时候，我们会被限制给卡住。举例来讲，预算有限，时间有限，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卡住了，然后就会开始埋怨。但很多时候多了这些限制其实是创意的开端，所以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这个精神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有了这个限制之后，大家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困难，而是把这些限制当成是一个激发创意的一个动能，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这样的动能到我们接下来的发想阶段。看完了这支影片，是不是对于设计思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或是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一起与社团里的其他朋友进行交流与讨论哟。